就是随着我的指尖在吉他的，它就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每个人喜欢东西不一样，有些喜欢民谣，有些喜欢流行，有些喜欢。你的责任可能更多的是去把你最好的声音去传递给观众。我觉得美国大学生这个舞台是一个弘扬中国文化非常好的一个形式，就是来这个舞台上有更好的设备能让我一展歌喉。歌手大赛，美国大学生这个比赛是无论你演出，你喜欢中文，你喜欢唱中文歌，音乐是我的生命啊。我是否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火花四处飞，别想得太累，越夜越狂野，我的王国欢迎你来，胜负和贡献。人手给了我们痛